了嘛。北京一到秋冬就天黑得特别快，出门的时候还是白天，路上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黑了，像到了晚上八九点一样，但其实才五六点。第一瓶没有拍到 multiple 的画面，朋友说那再开一瓶吧。这是一本超萌超治愈的漫画，它的第一部是你今天真好看，是一些小动物的故事，画风大概是这样子的。今天是11月10号，晚上就是双十一了。我在看有没有什么要买的，好像有很多哎。摸着有一点发热的感觉，因为我的酒现在。哎呀，我里面有长茧子了。反正就是让人家杀你呗，他的动作可以，人家的动作可以，你的动作。I'm driving crazy.